你啊，走到了这边哈。不上洗手间的，我们找位。还有人活着，我们的话叫葛都山，所以那个地名就叫葛都山，啊，葛都山的地名。但是我们中华民国政府接管了之后啊，他听到我们这种英勇的故事啊，他就称我们那个地方叫什么呢？好的老百姓，花莲县秀林乡嘉明村。没有关系，男女生都没有关系，随便你，左高右低，右高左低，看你的习惯。够够够，每一个人都有。那边还有红的，这里还有，这边还有。随便随便，一高一低嘛。先看我，先看我，一二三，好，先看我，一二三，好，很棒，好漂亮，真的很漂亮哦。
骗来的。啊，你要拍是吧？好，你们回头回头看我，这里，因为这边的话比较向阳。好，一二三，四游。好，没有关系，我会注意，不用停。好，各位回。看得到，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都 OK。好，我告诉各位，一看全部都是姑婆玉，他就跟他讲，这个就是颗星，你给我趴到，他就趴在那儿了。结果路过的人呢，折起了姑婆玉的。妈妈生产完了以后，他就不见人影了，但是一回来呢，一捆一捆的五节芒的星回来，然后呢，回到家里干嘛？炒肉丝，炖排骨给我妈妈吃，结果没有想到妈妈吃了以后啊，妈妈的脑。等一下，我们沿路介绍，看到我就介绍。耶！不要太大声，你要落实。OK， 当然升不了天了。他以前是撞到我的后方100米，然后在下一个点到我家的下游去了，现在撞到上方300米，下一点就要撞到我家，所以我家是不安全的。我已经请水利署来帮我规划，再继续做合体。那边根本就是你家了，等一下在这里也可以裸泳，没有人会干扰你。好，往前走，前面有个大平台在那边等我，我说一段故事，我们就准备玩水了。OK。哇，好哎，还有没有？还有几个？好。我们这一群是慢活族群，慢活。下去之后把鞋子脱掉，到水里面去泡泡水。上去的这位太太，你靠右边上去就可以了，靠右边上。
靠右边，靠右边，对，那边可以上。那个石头很稳的，可以踩。对，录影拍照，看你们有没有很强，很强。哎，哦，这边这几天都塞了几千人进来。然后来来回回就几千人，我们住在花莲吉安的都没来到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么美的地方都不晓。哎，你们家的水都是我们这边的水出去的，你们那里的灌溉用水都是我们这里的。但是你们家的水昨天不是这个啊，在管子里边。好，可以。我会给阿祖啊，到时候他会传给大家，我会做成影片，搞不好你们回去就看到了。好啊，好啊，上哪路人甲啊，路人甲，路人甲哈。OK， 路人甲，这边路人乙，好，路人。来来来，很好很好。喂，看都用，来全部看都用。来来来，全部看我。来来来，哇，这个是最疯狂的，最疯狂的。OK， 好，那个，哎呦，最疯狂。碰你的脚，不要动，它就来了。有没有来咬？没有，那你就不要动，就在。
中国勇士哦。得了。来。OK， 好了，还有三分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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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再跑。好，还有三分钟，还有三分钟。那边又去那边，那边才有，那边才有，这边太浅了，又去那边。哇！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！好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要回家了。等一下哦，加油 ！OK。OK， 好。还没有过瘾，他要增加两甲子的功力了，要活到125岁。东西有没有遗漏的？稍微检查一下哦。我在饺子遗漏了。95年，那我85年，我就常常在花莲玩，我就奇怪，我知道这个木果木鱼。好啊，再出去才看得清楚。好。
来跟我跟我。耶！好，一二耶，好走。你以前的专长是什么？就是运动啊，就是反正运动没有。他们会讲佛摩萨，对，佛摩萨，美丽的岛屿，对对。今天几号？啊，十六号。妈的，过到日子都不见了。2020-06-16，新店区什么里？永安里，你就可以看到了。2020-06-16，永安里啊，新店区永安里，就可以找到你们的影片。我也会给阿祖了，阿祖到时候你们跟他要也可以。照片我会全部给阿祖，你们再跟阿祖要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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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